杨志良署长说这个医生不懂插管，要多练习呢，而且如果他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会把他开除，就是说一定特定在公共领域里面有相当声望的人，那自己应该要有同理心。杨志良署长他前天晚上那一番发言说这个医生不懂插管，要多练习呢，而且如果他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会把他开除。大家并不是就是说谁会插管谁不会插管来批评这个事情了，那重要是在这个疫情里面，就其实我觉得同理心件是非常重要的，那破坏大家的互相的一个互信，让这社会里面只会让疫情更乱，对疫情没有帮助，所以要特别呼吁，大家还是要同理心互相来看待。可是杨志良署长后来我又看到他这个接受访问之后，他说为什么不能开除呢？那个纽西兰机师就开除了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嘛，对于当然这是一个大家一个等于是一个机构的治理嘛，两个机构治理。那纽西兰机师那里面是在机舱里面他有症状没有戴口罩，那传染给他的其他的人。那我们这一位的医护人员是执行公务，在第一线在作战，那而染疫。这两个情形是完全不能这样，没有办法相提并论，提这个就有一点，我也不得不讲说用这两个来比较，那真的是有一点离谱了，杨署长，你希望他道歉吗？就是说一定特定在公共领域里面有相当声望的人，那自己应该要有同理心。在礼拜一跟礼拜二中午之前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嘛？第一，我们还要去做疫调，然后去访查，跟地方卫生局去访查相关的一个足迹。那足迹里面我们要做基本的一个核对。我们张召集人也下午就到医院里面去。然后帮忙去看，就是说这些需要被圈选出来最快速要来查的这些人是符合需要。所以我们大概8:30-9:00我在指挥中心就召开了会议。当然我们并没有封锁消息，我们就决定呢晚上在大夜班来的时候我们全部都要采。本来在休假的，或者我们在里面陪病的，然后这些病人，我们都漏夜都召回啊。所以医院里面是整晚都没有睡的，那处理当然是要最短的时间最快的时间，拼尽也要把它做好。但是在外面除非我们已经有掌握到说很密切的接触者，那否则那种路过的，那是比较后面一线的。第二个场地里面与他去的那时间都已经至少过2天了啦。那我们曾经有研究在最极端的时候，那病毒可能在一定的温度条件这样的一个保存情况下最长是72小时啦。大部分都是在24小时以内这病毒就已经没有了啦。所以对环境上面让大家知道那几率其实需要性不高。消毒第一个时间都已经去做了。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一圈的防守圈要做好啊。比如说我们说在839相关的疫调就有到这位女生去上课。对，我们那天要紧急做这事情啊，请这些上课的人先第二天都不要上班。那等待我们来采。我们不断就要去面对的一个情况嘛，就好像新闻界的朋友一样嘛，一个是要快，一个是要正确。对，那这里面怎么样去拿捏，我们也要去判断那样的一个风险性。有错我们就改。那我知道外围人不要根据这种各种情况去猜测很多的情况，那反而让社会就乱了。我们就从一开始都不希望把任何地方贴标签呐、啊。我们希望有一个普遍防疫的概念。不是针对性的防疫的概念。除非是说这个地区是我们已经失控了。OK。那必须要大家一起全部来提高警觉。然后不会降低什么什么春节泡泡、台上泡泡，绝对没有。那现在没有人在考虑这个事情吧？中国现在河北那个情况，难道大家都一点警觉都没有吗？以前我公布5个，我现在变成这50个，那不是这50个的问题，是疫情增加了咋不会嘛？那我们要禁止北京来的人吗？或是河北来的吗？石家庄回来的人？他出不来了。
对，其实他们自己都已经出不来，已经出不来了。他们在里面都要应该都是有些地方是14+7，有地方14+14。